大爱，增健康，青春有够样。我是博任，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做老鼠运动，就让我们来学习老鼠的敏捷以及它的弹跳力吧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很好，来，加油，加油，赞哦。那现在就让我们开始来做运动吧。好，来喽。首先我们第一个动作，我们的蹲蹲十大米，等一下一样做一个蹲的动作，然后想象双手拿着一个大米，然后我们现在蹲下来，然后开始在吃的动作，所以我们的手指头会有灵活的在动，然后做一个上下弹跳蹲，对，就是这样子，对，边吃边蹲哦，这部分就可以去训练到我们腿部的肌耐力，然后保持微笑，大口大口的啊啊啊吃啊，很好，这就是我们第一个动作喽，好，核心要保持稳定哦，不要驼背喽，好 ，OK， 我们站起来。还有第二个，哇，当我们吃到一半，哇，突然被主人看到了，吓了一跳，所以我们开始要十字跑跑，所以来开始做一个老鼠手，就是这样子，好，然后稍微往前，然后做一个原地跑动的动作，来前跑，很好，跑到中间，来后跑，很好，再跑回中间，来左跑，很好，再跑回中间，右跑，很好，再跑回中间，好 ，OK， 这就是我们十字跑跑，顺着我们前后左右，这样 OK 哦。好，那我们跑完之后，哇，很喘了，但是突然看到了主人越来越近了，所以会奋力的一跳，想要跳走，所以我们今天做了一个哦弹力一跳的动作，手的话就从弯起来变成是打开来，对，然后我们下来的时候只会微蹲，这个不会蹲太低，因为它是突然就要跳了嘛，所以就跳起来，打开来，很好，跳下跳下，对，手摆在超内，起来打开来，再回来，对，就是这样，再一次哦，哎 ，OK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休息的时候就用快走代替，好吗？好，那等一下准备喽，我们要开始当一只敏捷、有弹跳力的老鼠喽。好了，准备，预备，好哟 ，Go！ 来，蹲蹲十大米开始，来上下，对，保持呼吸，好，然后开始，手指头动起来，对，然后开始啊啊，保持微笑，很好，就是这样。一半的，加油，很好、哦，开始摇，手指快，上，上，很好、哦，来二一，好了，快走，哇，会不会酸？会哈、哦，很好很好，等下准备哦，十字跑跑哦，好，反一下，这个时候就可以好配合呼吸，然后把时间拉大概15秒到30秒都可以。好，来做第一组的间歇。好，来开始走喽，预备，十字跑跑 ，Go， 往前，回到中间，往后，回到中间，左边，很好，回中间，不错哦，右边，好来回来，很好，稳住哦，前面，好，稍微压低姿势，中间，好来后面，好来中间，最后了，左边。好，来中间，最后一个，右边，好，来中间，好 ，OK， 快走，哇，这个十字跑跑会让我们的腿啊非常的快，所以心肺会拉得比较高，好，所以这个部分让大家稍微喘一点，配合脚步，吸吐吸吐吸吐，很好，休息，一直不忘着，保持微笑休息哦，很好哦，等一下准备喽，下一个喽，弹力一跳喽，好了，手准备先出来。Ready， 好来 ，Go， 准备跳，哈，很好，不用蹲太低，上，上，然后那个表情起来的时候大一点，哈，哈，对，哈，非常好，就是这样，哈，哈，哈，对，吐气出来，哈，弹力，哈，哈，很棒哦，最后了，哈，撑住哦。好，来做一秒，好，快走，很好，保持我们的稳定，还可以吗？可以，非常好。好，这边调整一下呼吸，吸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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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非常好。那大家真健康，感恩大家喽。好，来做一个小腿的伸展，往上勾，压压，很好，拉一下，记得哦，脚上勾，很好，来换脚，往上勾，压压，很好。因为今天小腿动比较多，让它拉一下哦，很好，保持呼吸，不错哦。